是和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就有請第一隊嘅組合，就係攀石運動員游家俊同埋藝術家徐佩芝，我俾啲掌聲佢哋先。很特别哈，因为我机会不多啊，我跟我的家里的人一起出现的机会不多，所以齐刚前几天问我有没有空来呢，我就要支持他嘛，所以我就来了哈。没有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压力，压力其实也家里人也没有给我吧，应该是。我放弃了。对 ，OK。